你是不是爱卖油的吗？我不是卖油的，大爷。不是卖油，你来干嘛？我就是到市儿的给老人免费做饭的，大爷。我就用这些大骨头，给那炖个酱大骨尝尝。有银是七十五岁以上老人啊，都高寿，都过来领，晚上不要饭的啊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贺，今天呢准备了120斤的猪腕骨，咱们给板桥村老人做老人们都爱吃的酱大骨。废话不多说，开始干。咱们把猪腕骨剁成大小均匀的大块。剁好的猪腕骨冷水下锅，加入葱姜、料酒、去腥三件套，盖上锅盖，猪腕骨不透一会儿水。我在日常给老人做饭呢。做什么饭？姜大骨，吃肉，晚上不要饭了，留下时间吃呢。焯好水的猪腕骨捞出来再清洗一下。那个盆啊，我去领这个姜大骨给老人免费做的，不花钱的。不花钱的呢？那都这个卡，那个盆我去领就行了。真花钱，白起呀、啊！我的妈呀！有馒头有财，晚上别熬饭了。好，放点过去领啊！我过去干活到那。起锅倒入花生油，倒入葱姜和所有干料，来上一大勺黄豆酱，再来上一大勺排骨酱，来点一米线酱油，把酱炒香，加入清水，再来点冰糖老抽，还有料酒，倒入猪腕骨。还有一盆，来点冰糖，少来点十三香。好了，盖上锅盖开始炖，小火慢炖一个半小时。姜大骨再炖一个小时左右就好了。这玩意儿纯吃油。姜大骨炖熟了，加点盐。盖上锅盖继续炖，做给老人吃必须炖辣乎的。先吃个西瓜凉快凉快。姜大骨一会儿就好了，能吃甜的那都吃就行了。真甜的，我再去切。真甜，真甜的，真甜，漂亮的哈。大骨炖得很辣乎了，撒点鸡精，撒入香头，出锅。我炖了30把，让白卷的都有卡子不是啊？我这个170多盘加大骨，今儿一个月4盘，馒头里面有吸管，下去洗一洗这个大骨头里面的骨髓。祝大家身体健康啊！长命200岁。咱们开盘，不用钱不用钱。等的细软油都掉了，好了，大奶马上得了哈，两个人把玩。你别给我做了，还爬住啊？别给我做了，我的妈！就这都行了，行了，都吃了。哎，我的妈！别进去啊！把这夹出来吃。不吃了，大爷。那慢走，慢慢得了哈。你这不才一个人还行，两个人还不小，我不给你打这儿，我给你包住。够吃了吗？慢慢得了，大奶。哎，咱俩分一下。好里面骨髓啊，谢谢骨髓了，这骨髓了我都没有多少汗，真的都干过。是不是老爷好嘞，大爷，慢慢的啊。好嘞，大爷，来慢慢的啊。啊，两个手再躺着。好嘞，大爷，慢慢的啊。好嘞，来慢慢的啊。足足多少盘啊？1盆4盆7。咱那10把盘，稍微打点盘，给他分3盘，给他调两盘，给他平均分，我一点我也不领啊！哪来的？太过，来，我去打点算了。那去了，那早点来，我能运出来。我给你领了。好嘞，慢慢得了，爷啊。好嘞，来，不用谢，不用谢，让小孩我都给他分4盘。再弄点小油碟。好嘞，大爷。好嘞，够吃了，大爷。慢慢得了哈。那不行。哎，来来来，伙食。我给这些手揉垫都给你的，爷都吃了吗？大爷慢慢得了哈，到这家村吃。今天做了满满一大锅姜大骨，都给老人们分完了，一块都没剩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